未来的需求，以上简单回应。好，谢谢。我想这个案子经过实际上经过非常长时间十多年的讨论了，我想今天我们大家会做个决定。那因为时效性的关系，也经过长期，我想监局跟地方有很多次的沟通，那也专业小组也提出了他的最后的这个决定，所以提大会。那我想基本上尊重专业小组及监局后来在沟通的情况下，是大家可以同意。基本上刚也特别提到 R4、R04如果要删除前是大概整个就翻盘了，大概是不太可能的情形了。我想这个很清楚的，所以我想原上我们尊重监局的评估的结果，应该在这个部分，因为都会应该尊重专业小组那个监局这部分的这个处理的哈。第二部分当然对于这个捷一的那个送台那部分，刚刚特别监局提到，基本上是涉权行为，我想我们大概也很难再介入太多。不过如果在都委会的审议的将来送电政府审议过程，他们还有机会，如果他们全部整合成功，那到都委会，我想我们也乐观其成，愿意，坦白讲，我们都愿意一起整合了。那只是整合不成，我们大概也很难政府公权力整合私人财产权的问题。我想，所以捷一大概跟上，我想也是经过这个。那特别捷二的这部分，那个七层的公寓，刚才提到，其实大家也许不知道，七层公寓本来他们很多人反对的，后来现在今天看到没有，反而没有来反对的意见，大概看起来是监局也得到一些相对的说服的意思。刚才提到这个案子七层的公寓，大概不能真的可以算是公检绝后了，在这个地方只是特殊的情况处理下，我们也经过很多次的协调做成出来结果，所以我们原上也希望大家是不是同意可以纳入出来。如果他们到时候还有反对意见，到时候在内政部的时候还是可以再拿掉，我想也是尊重这个人民权益的问题。我不晓得这样的结果下，大家是不是能够同意刚这个监局的这个专案审查或专案小组审查意见，我们这个照这个通过，可以吗？可以。好，如果大家没有意见，没有其他反对意见，我就照我想刚这个新委员的建议，我想我们就列入研究这个参考，因为我想未来我们现在有办案群，这个有融资银行，这个可以增额融资的部分，我们都可以这样处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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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带决议，请监局研究这部分的这个处理情形，好不好？好，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刚这个案子做到这样子，应该是决议，应该是。好，都发局，对不起，应该都发局，不是，是发局来研究，对不对？好不好？请发局研究，对不起，不是监局，对不起，请发局研究这个部分，我们这边列入这个附带决议。好，其他没有意见，我们这个案子就照刚刚这个原来这样通过。好，谢谢。